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，然后梦到有一个我很爱的人，他就是死了，然后对，然后很酷哦，它是一个很酷的地方，它就是一个很像饭店的地方，那就是你的亲人呢，哦，亲人，对，是我的亲人，他过世了以后呢，你就可以就是去那边住，例如说一天晚上10000块，不是不是，就是很像那种灵异的房子，然后就是他死了的父，就是刚死的那段时间啊，你就可以去那个房子，然后跟他就是住在一起，就是享受你们最后一段时间，然后好好的告别这样子。我现在又想哭了，撑住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你在就是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你跟你的家人相处时，大家可以给他一点掌声。实在是很奇怪，因为其实平常不太会哭的人。好，就这样。所以我昨天晚上就起来就大哭到了，就从5点开始哭到了7点，然后继续睡。所以我眼睛现在很肿。好，就这样。所以就是如果你爱那个人的时候，你就要一定要告诉他说你真的爱他。这样，好，就这样。说我保留太多自己。